身啊，所以它湿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很重要，对，营养要很均衡。对，你是我据我所知，你是私底下连吃都是非常注重，你不会就是大鱼大肉，你通常都吃就是要让你身材好。对，就是会怕会胖。然后有时候像我们练舞的时候啊，就会吃一大堆零食，然后就是非常不健康。所以就是有健康可以健康的时候，我就会选 V3 的筛选地方。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V3 Wish 里面哪一样这个 menu 里面哪一个菜色最深得你心？我觉得都蛮好吃的，可是最深得我心的是他们的豆奶。有个招牌的饮料，高蛋白豆奶，果然是健身的，就非常重要，高蛋白质，还有那个他们其实三明治里面有很多那种蔬菜蛋白质是需要的。对，所以如果是本身有在健身的朋友的话，立森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都推荐的，难怪你今天两位成员都穿很多，今天露出非常性感健壮手臂的，这就是只有你本人。展现一下你吃 Lee Sandwich 然后健身的结果是不是？我其实很羡慕你，对。我刚一直看为什么我没有这个。你在羡慕我什么？我都是贴纸，纹身贴纸是不是？而且刚刚是讲以伦还打算要纹身贴纸纹完整个手臂，要展现你手臂的非常最近有练的感觉。